尊敬嘅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我哋继续嚟学习《大乘无量寿经》，请大家睇经本第34品119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睇起。人能自度，转相请济，自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矣。后生无量寿觉，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呢一段经文呢，系世尊呢劝勉我哋，自己呢能够救度自己，咁先能够互相嚟救度，请济呢就系救度，请救济度，自心求愿就系以自诚心嚟求得到你嘅愿望。咁我哋嘅愿望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往生其实唔系好难嘅，只要你系至诚嘅心，就一定能够往生。如果话难，就系难喺你冇呢种至诚心，话想去。又唔系彻底咁样去彻底咁求，总系拖泥带水。譬如讲自己心里边呢系好希望求生极乐世界，但系呢遇到名利又想得到。放唔下或者遇到逆境恶缘，仲系会发脾气仲系会起怨恨心呢、这个仲系放唔下，恩恩怨怨喺你个心中不能够解开，甚至几十年前嗰啲恩怨，仲记喺个心里边咁呢个心就唔系至心所谓至心，就系除咗求生嘅念头去极乐世界嘅念头，其他咩念头都冇。遇到境界呢，你清清楚楚唔系话咩都唔知冇反应你仲系非常之清楚，但系你绝对唔会为佢嚟起执着去为佢咧忧虑烦恼。只要你系真心，咁你就一定可以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咁真诚心发出嚟啦，就一定会有真实嘅行动，你就会积累善本啦。
呢个系讲你嘅羞耻，你一定会断恶修善，最起码要将十善业道落实。我唔再能够，我唔可以再杀生啦，唔可以再偷盗啦，唔可以再邪淫啦，口唔可以再打妄语、讲大话、呃人啦，唔可以喺背后讲人嘅是非啦，唔可以讲嗰啲花言巧语，令人听咗生爱染啊呢啲耳语，亦唔可以讲恶口，令人生烦恼，口业就要清净，念头上咧贪嗔痴。要逐渐逐渐淡化，最后要完全消除。这个就是积累善本啦。咁呢个善嘅根本啊，头先讲嘅十善系辅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咁呢个讲嘅善本系根本，根本系咩咧？呢部经嘅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就系善本。往生极乐世界就系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唔发出嚟，讲老实话。十善都好难去落实，你好容易放松，好容易咧，自己咧宽恕自己，蹉跎岁月，唔能够真修，所以呢个都系菩提心嘛，冇真正发出嚟，你仲会为境界所转。一旦发出来了，用的是真诚心，对自己就要负个责任。既然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了，就说明我们这一生成佛的因缘到了，我就不可以放过机会，放过这个机会就是自暴自弃，就是自欺，所以将真诚心发出来，断恶修善，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行持，实在做不到没办法，你说持戒，五戒十善，这个一定会做得到，菩萨戒呢，那就未必。出家人比丘戒这个亦都未必能够做得到，但是总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身心世界尽最大的努力去放下，除非实在不可以放下的，就是自己一定要尽义务、顿论尽焚，这些不可以放下，但是心里面不沾染，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都是菩提心的作用，处处做好样子，加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向就是方向，我一个方向就是极乐世界，其他地方我不去了。你说去哪个地方去旅游去玩没有这个兴趣。我只有一个兴趣，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跟这个有妨碍的我都可以放下。专心来念佛。
咁你就系啊，积累善本啦。一切嘅善都由呢个根本发出嚟咯。啊，你自己不知不觉就成为菩萨，遂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矣。我哋一生一世。时间好短暂，啊，六道轮回，我哋啊无量劫啊都冇出嚟过，搞到厌晒啦，可以停止啦，唔需要再搞落去啦，所以我呢一世就要啊精进努力啊。勤苦修行，唔再去追求享受，唔再去玩乐，人我是非命运利养呢啲我哋都远离，即使再苦，只系呢一世人到中年啊，过咗半世啦，剩翻半世如果你真正厌离娑婆，因求极乐，你好好念佛，念三年，一定能够见到佛。想往生，你就可以往生。好似深圳有位黄中昌居士，佢就系30几岁就厌离娑婆。好想早啲去极乐世界，于是佢发愿闭关止语3年嚟念佛，结果唔使念到3年，念到2年10个月，真系往生。3年，须臾间矣。时间好短，后生无量寿觉快乐无极所以黄中昌是一位聪明人，有智慧他知道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快乐无极当然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才去。这个快乐呢，其实是开智慧、度众生、一切自在无碍这种快乐。所谓法喜充满，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得到五欲六尘享受那种快乐。所以快乐叫做无极。我们世间的快乐有极。极就是极限，过了龙就变成苦了。你譬如说吃饭，饿的时候吃就觉得快乐，叫你吃20碗饭，你就苦到苦不堪言，它是一个极限，那个苦就不是真的，就是那个乐不是真乐，是苦，所以叫做坏苦而极乐世界这些乐是永离诸苦，但受诸乐所以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永是永远拔除了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见思烦恼，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呢，是十法界变异生死的根本。这些生死根本都拔除了，离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没有。
啊，所以再冇苦恼嘅忧患啦。啊，你个寿命系永劫。啊，你神通自在。啊，你能够啊喺十方世界随缘度众生，同一切众生啊共成佛道。下边经文。而觉精进，求心所愿，无得而悔，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厄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世尊在这里劝勉我们，应该各自提起精进，用最至诚恭敬的心来专修正业，你求你心中所愿的事情。我们的愿是什么呢？就是极乐世界，希望早啲去。咁你喺呢个世间，可唔可以仲有愿呢？啊，当然，净土法门啊，系广大包容。啊，你如果喺世间仲有愿，啊，你亦都可以求。啊，唔系话啊，乜嘢愿都唔可以求。乜嘢愿都唔可以求，呢种人境界就好高。啊，咁你世间仲系有啲放唔下嘅事情咧，啊，你仲系可以求嘅。但系点样求啊？你就求阿弥陀佛，将你一生所有嘅事全部交托俾阿弥陀佛。啊，你深信啊？一切的安排，啊，都是阿弥陀佛为你的安排，你自己可以不用操心。啊，你想得到什么，啊，阿弥陀佛会帮助你。啊，假如那个愿望对你是没有伤害，啊，对你是有益，就一定会成就。啊，如果是不成就的，那你也不要觉得遗憾，就那个愿，啊，一定是对你无益的。啊，自己不知道，但阿弥陀佛知道。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会帮你安排一切。勿无得而悔，你不要怀疑，更加不可以后悔。怀疑说，哎呀，我这样念阿弥陀佛得不得的，往不往生得到的，或者说，哎，我这样，这些处境会不会，对我，修行啊，对我往生啊，有不利啊，这些都怀疑，不需要。相信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阿弥陀佛为你安排，你就欢喜接受。他不会障碍你往生，因为你往生就是信愿持名。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会障碍你的信愿持名，除非你不是真诚这样去修行。你自己不相信，自己不愿意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关外面的人事物。所以我们不可以疑悔，导致自为过咎，生起烦恼了，生起障碍了，这些都是咎由自取。
如果系移灰，就会点样呢？生比遍地，啊，会生到极乐世界嘅遍地而成。啊，极乐世界除咗四土之外，仲有一个遍地而成。啊，喺嗰度咧有七宝嘅宫殿。啊，众生喺里边咧生活受用，亦都系极其嘅快乐。啊，犹如啊，好似啊都利天人一样，应有尽有。啊，呢啲系阿弥陀佛为你安排好。啊，但系咧，于500岁啊，不能够见佛闻法。啊，喺嗰度。啊！乜嘢受用都具足，就系你冇办法亲近三宝。嗱，你见唔到阿弥陀佛。啊，你想听经闻法又冇呢个机会。啊，又见唔到呢菩萨圣众，所以受诸厄也。呢个厄就系啊苦难。嗱，你会觉得仲系有苦。啊，呢啲苦唔系话你生活上有咩缺陷啊？啊！或者是皮肉那些苦难，不是，是你的心里面觉得很苦，啊，闷闷不乐那种苦法。啊，这500年当中，莲花没办法开，你就不能够啊，好像极乐世界其他菩萨一样，啊，去十方世界供佛闻法，以此为苦。只要你将你的疑惑断除了，信心具足了，这个时候你的莲花就自然打开，你就从这个七宝宫中出来了，离开遍地而成，入四土。阿弥陀佛，你就见到了，你就是正得阿弥陀智菩萨，同其他菩萨一样去十方世界游化啊，供佛度生。咁呢个500年咧系最长嘅时间，唔会超过500年，可能比500年要短。呢500年系用我哋人间嗰种计算方法，因为极乐世界其实系冇呢个时间观念。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昼夜这些相，那何来说有年呢？日月年都没有，这个是在感觉上就犹如在人间500年。只要你能够在里面忏悔，忏悔疑情疑根，就即刻能够见佛。咁佛讲到呢度咧，就讲到一个段落。下边系弥勒菩萨嘅发言啦。啊，佢话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弥勒菩萨代表我哋听经嘅大众。向佛嚟报告啊，话受到佛嘅呢啲啊明白嘅教诲啊，呢个表示啊已经领受咗啦，啊已经啊唔会再有怀疑，就依教奉行啦，所以专精修学，要注意呢个专精两个字，啊专系专一。精是精进，很多学佛同修学佛都很真诚，不可以说他不精进，但是呢他不专一，他搞很多样，拜很多个老师，读很多个经，学很多个法门，样样都搞一些，从朝到晚时间好忙，
好紧张，啊，心咧好浮躁，定唔落嚟。可能学咗时间好长好耐啦，啊，甚至几十年啦，都冇咩成就，啊，不能够得定，不能开智慧。原因喺边度咧？就系冇专一。学佛成就嘅关键啊，就系呢个专字啊，一门深入，长时分修。啊！听经教，我自己过去20年学佛，可以讲下，呢、这个专精方面嘅专呢，算系有一啲啊心得。我系跟一位老师学，啊，20年来就跟住净空老法师。啊！其他嘅人嘅呢啲教导都冇听到。啊！咁老人家无论讲咩经，都系道归极乐。啊！老人家呢理念，啊，反反复复为我哋嚟说明。啊，听得多啦，自然咧就变成自己嘅观念。啊！20年嘅。分修啊，扎下一啲基础。咁依家对于啊如何修学啊，修学所遇到嘅境界就比较明白啦，唔会再有疑惑啦。咁剩低落嚟就要勇猛精进啊，去努力将所学嘅。呢啲道理啊，变成自己嘅境界啊，所以啊，专系非常重要，专你先能够得定啊，得定就能够开智慧啊，所以儒教奉行呢四个字好重要啊，成功嘅关键就喺呢度。啊！老法师教导我哋啊，一门深入。啊，我自己咧，亦都立定志向。学经教只学一部经，就系《无量寿经》。啊，尽此一生，唔换题目。啊，呢部经讲老实话，帮你成佛都有余，而且系啊，十方诸佛。共同宣说嘅一部经，经中之王啊，第一经啊，我哋就按呢部经嚟修学啊，依教奉行啊，接受老师呢个传承，专修专弘净土法门。唔再疑惑啦，啊，唔敢再怀疑啦，啊，再怀疑就耽误自己一生嘅修行。咁当然，如果仲有怀疑，点算呢？首先你要养信，啊，你要相信。我哋老法师啊，系传承佢嘅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呢个法门啊。李炳南老居士传承嘅系印光大师嘅法门啊。呢个师承，我哋有信心啊，绝对唔会行错路。啊，咁然后慢慢通过依教奉行，你就能够明白。啊，所以信老师啊非常重要。
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佛法同世间法唔同，世间法你靠自己咧去钻研，可能能够明白，能够掌握。但系佛法就系靠自己啊，往往啊就会有偏差，甚至入邪途。所以唔可以信自己。佛法一定要依靠善知识，要有师承，所以开始嘅时候唔好相信自己，只相信老师，慢慢到最后咧，自己都冇埋啦，咁你就成就。咁呢一品经文咧就。我哋学到呢度啦，下边一品俗世恶苦第35，呢一品呢，佛为我哋介绍啊，我哋所处嘅五族恶世啊，有多么嘅罪恶啊，多么啊苦痛啊，介绍咗啊五恶五痛五烧。呢个因果报应其实就系从五戒十善嚟为我哋说明通过了解俗世嘅恶苦我哋就能够生起厌离心，对于求生极乐世界嘅愿望就能够加强。我哋嚟睇经啊，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世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劇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行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何等为五？先睇到呢度。佛呢度叫住弥勒菩萨啦。弥勒菩萨系当来下生嘅佛。世尊系。现在的佛，现在的佛讲俾未来的佛嚟听，所以呢啲开始都非常之重要。汝等就系你哋能于此世喺呢个五族恶世端心正义，端就系正嘅意思，呢句话就系大学里边嘅正。正心诚意，咁点先能够达到正心诚意呢？心地正而不邪，以一片真诚，必须系不为众恶，不能够做种种罪恶嘅事，而且罪恶嘅念头都唔可以有。咁你嘅心就端正啦，你嘅意就真诚啦。咁你喺呢个世间就系大德啦。呢个德系通嗰个得到嘅德，即系你得到啦。得到咩嘢咧？你得到咗福德，得到咗智慧。你能够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把握，这个就叫大德。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十方世界善多恶少，这个讲的是真实的状况。
十方嘅一切世界当中，善人多，恶人少，所以就话善事多，恶事少，就比较容易啊去教化众生。唯此五恶世间，唯独是我哋呢个五浊恶世啊，喺我哋呢个地球上啊，最为剧苦啊，呢个世界啊，非常非常嘅苦啊。点解苦咧？因为啊，善少恶多啊，善人多恶人少啊，唔系善人少啊，恶人多啊。特别系依家啊，可以讲话世风日下啊，唔使同古代嚟比啦，就系啊，同30年前嚟比，社会嘅风气都已经啊大不如前啊。呢个我哋嘅父辈啊，包括我哋自己，都有亲身嘅感受。啊！你要做善事，依家人哋觉得你有啲啊神经病，啊，大家都唔敢做善事。啊，譬如讲行到街上，见到人俾人抢劫，喺过去啊，大家就会蜂拥而上啊，去制止嗰个歹徒。依家个个都唔敢喐，都会惊自己啊被无辜伤害。啊，所以就会出现啊，歹徒可以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商人。啊，又譬如讲，啊，一个5岁嘅细路仔喺马路上俾车撞亲啦，奄奄一息啦，行过啲行人啊，竟然好似睇唔到一样。就喺咁样嘅状况下，都唔肯伸出呢个救援嘅手，唔肯去为善啊！所以啊，确实系善少恶多啊，做恶啊就肆无忌惮，所以招来啊好多嘅苦难啊，包括。天灾人祸啊！呢啲苦难都唔系啊偶然发生，完全都系啊感应啊，系众生恶业所感应啊。所以佛话：我今于此作佛，我嚟到呢个世间成佛，就系为咗。教化群生啊，嚟度脱众生嘅啊。首先呢，让大家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啊。舍咗嗰啲五恶啊，呢、这个五恶后边会详细介绍啊。简单咁概括呢，就系、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啊，就同五戒啊所戒嘅嗰啲恶啊系相应嘅，呢啲五恶都要舍去咁就能够去除五痛啊。五痛系讲现世得到嘅苦痛啊，譬如讲人啊犯咗罪啦，就会受到法律嘅制裁，呢、这个就系苦痛。嗱，現世就會報嘅。五燒咧，係死咗之後，來生要報嘅。呢、这個燒啊，係講地獄嗰種啊，火燒嘅痛苦。嗱，離開五燒，去除五痛，必須要去啊，
舍离五恶。啊，要修行五善。啊，五恶反过嚟就系五善。啊，五善就系持五戒。啊，行化其意啊，就系将我哋呢啲啊恶意降伏化解。啊，咁就能够持五善啦，就能够获得福德。啊，种种嘅啊福报就会现前。咁呢度介绍何等为五呢？啊，有五种啊。呢、这个该去除嘅恶啊，我哋就要去除。啊，下边呢一大段嘅经文就介绍呢个五恶五统五消。啊，经文虽然呢，佢唔会好唔系讲嘅非常深妙嘅境界，啊，系实实在在嘅。我哋系点样去做人？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开始，是我们修学正土的基础，是辅助。没有这个基础想往生就很难。所以我去年将这一本经文用国语粤语都很详细地讲解了一次，大家如果想深入去了解，就可以听那个详细的解释。啊，今次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够很简单地大讲，讲一个大意。啊，这一品，应该作为正宗修学人的根本戒律。亦是我们净空老法师提倡的三个根的教育，跟这一品是相应的。我们来看经文。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服药，转伤黑贼，残害杀伤，跌伤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乞孤独聋盲阴哑痴恶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时，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形易道，故有泥泞禽兽捐非如动之属，譬如世法牢狱劇苦极刑，魂神命精随聚随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这个是第一个大段，讲的是杀生恶。在一切恶业里面，杀生所得到的报应是最惨的。所以佛讲五戒，首先是讲戒杀。这里讲的第一，世间诸众生类，世间的这些众生在内心里面，
都会啊想住做种种嘅恶。啊，佢唔系想去做善，啊，佢想做恶。点解呢？因为众生有一种恶嘅根性，就系呢度讲嘅强者服弱，啊，就系恃强凌弱。啊，自己强大啦，就会欺负弱小。啊，无论系人定系动物，定系净系六道嘅众生，都有呢一啲倾向。啊，所以转伤黑贼，转伤就系互伤，啊，黑就系克制，啊，贼就系残害，啊，亦即系。互相啊，嚟伤害，互相咁啊杀伤、残害、杀伤，你食我，我食你，叠伤吞啖，呢啲状况我哋日日都见得到，动物之间就系咁样以强凌弱。啊！但系动物之间，你食我，我食你嘅现象咧，啊，呢个系情有可原嘅，啊，因为为咗生存，啊，好似你话狮子、老虎饿咗啦，佢就系食嗰啲小动物，啊，但系咧，佢哋食饱咗啦，就唔会贪心，啊，佢身边嗰啲小动物啊。自自由由咁行，佢都唔理啦，食饱啦。人咧就唔同啦，啊，人啊，唔系话饿嗰时先去杀生，啊，佢无端白事都要去杀生，啊，为咗食呢啲众生肉，系追求美味，啊，满自己嘅口腹之欲。所以啊，人类啊残害杀伤动物，比动物之间互相吞啖啊，要惨烈得多，啊残忍得多，所以就会受到好多灾殃报应，仲不知为善，啊后受殃罚，啊呢个灾殃。罪罚啊，就系因为人唔知道为善，所以就有咩咧？红黑、穷黑啊，孤独、聋哑、聋盲、音哑、痴恶、妄狂等等呢啲啊，报应啦。所以世间点解会有穷人啊？有乞衣啊？而呢啲孤独嘅人无依无靠，啊，甚至嗰啲啊残疾嘅人，啊，聋嘅、盲嘅、啊哑嘅等等，啊，或者系精神错乱啊、痴恶啊、妄狂啊，呢啲都系唔正常嘅人。呢一生嘅果报都系有前生嘅因。前身是什么呢？皆有啊，皆因啊，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佛法讲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啊，真正深信因果，心就平了。啊，上天不会说有偏私，啊，对某个人好，某个人唔好，啊，其实上天系无心，报应系自然嘅，啊，都系因为人啊前世造作嘅罪业，所以今生有呢个福报，啊，所以佛家有讲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未来果，今生作咗事。啊，所以好公平啊！啊，唔能够怨天尤人。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德呢一类人系好有福报啊，系尊贵嘅人家啊，好有钱嘅啊，好有地位嘅。啊，好贤能，啊，好明白事理，呢个系贤明。啊，长者就系有地位，而且系长寿，健康，呢啲啊大福报嘅人。智勇系又有智慧，又有能够勇猛精进。才达系有才华。能够通达啊，呢啲人都系因为前世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宿世就唔止一世多生多世都系修慈悲嘅心、孝顺嘅心，种种种嘅。善法修种种嘅功德，先能够得到呢一生嘅福报。咁呢度讲嘅都系咩呢？因果上面嘅事情世间有此，目前现时我哋眼前就可以睇得到受罪嘅人，享福嘅人。全都喺眼前啦！仲有啲睇唔到嘅咧，系佢未来嘅来生嘅报应。寿终之后入其幽冥，幽冥转生受身改形易道。命中之后入咗幽冥界。转世啦，又得到另一个身体啦，呢个就冇办法得睇到，有天眼通嘅人可以睇到，凡人睇唔到，所以有六道嘅轮回。如果系做恶咧，就会堕入三恶道，有堕入畜生道嘅。变成雀，变成动物，有堕入饿鬼道嘅，变成嗰啲饿鬼鬼神，甚至作恶多端嘅人就直入地狱道，所谓转生受身改形易道，一转生一投胎，换咗个身体咯。就算系你再见面都认唔出佢改咗自己嘅形体，甚至改变咗自己嘅道，六道系互相投胎，可以改变嘅。今生系畜生道，来生可能变成人。今生系人道，可能来生变成恶鬼，甚至落地狱。都系因果报应自然如此。故有泥犁禽兽鹃飞鱼动之俗。呢个就讲话六道系点样嚟嘅咧？就系人造作善恶一切众生善恶报应得嚟嘅。鹃飞鱼动就系指嗰啲小昆虫、小爬虫，鹃飞系飞虫，蠕动系爬虫，呢啲系我哋所见到嘅依报最细噶啦，好微细，福报好细嘅呢啲畜生都系生命。
都啊喺度受因果报应嘅智慧。下边讲话，譬如世法牢狱，剧苦极刑。呢度打个比喻嚟讲，啊，好似世间嘅监牢狱，人犯咗罪啦，啊，要入监牢狱啊去受刑。古时候嘅监牢狱里边啊，系要施刑罚嘅，有啲刑罚可能啊非常之残忍，甚至系极刑。极刑就系将条命啊都断咗。用呢个嚟比喻，啊，作恶受报应，啊，所得到嘅三恶道嘅苦痛，啊，咁极刑就系比喻咩咧？喺地狱里边所受嘅刑罚，啊，人间极刑系指啊斩头啊，啊枪毙啊，结束佢嘅生命。嗰、那个都唔算系好苦啊！真正苦系落咗地狱里边啊，唔系话一死就了之噶啦。喺地狱里边啊，万死万生，死咗之后阴风一吹又生啦，然后再落狱落油锅啊，上刀山啊，抱铁柱啊，饮铜汁。一日一夜，慢死慢生。嗱，你唔可能出嚟呢、这个极刑，人间就冇办法想象。云生明精，随聚随响。呢、这个云神就系第六意识，明精系第八意识。啊，夹埋一齐。就系讲投胎轮回嘅呢个主题，边个去投胎啊？呢、这个命精啊，命精咧喺身体里边咧啊，佢自然啊就有六识啊，第六意识咧就系、可以啊思考嘅，可以分别嘅。随住罪趋向，你所去到嗰度都系因你所做嘅罪业，啊，业力去受生，啊，咁去到边一度所受嘅寿命咧，或长或短，啊，譬如讲人道嘅寿命好短，一般人超过唔到百岁，啊，但系咧。地狱道的寿命就长了，一入到去啊，寿命是论劫来计的。啊，饿鬼呢，一入到去起码1000岁，啊，地狱就是万岁，啊，甚至是万万岁。嗯，那这些啊，都是事实的真相。啊，双重共生啊。更相报偿，因为众生嘅业力嘅关系，大家会感召到一齐嚟，所以叫做双重共生，你跟住我，我跟住你，喺埋一齐，一齐轮回投胎，互相之间做咩呢？讨债还债，报恩报怨。一般就是这四种关系，更相报偿，大家不在一起，债就没办法去报偿，一定是感召到一起，所以譬如说前世我杀了你，这一生呢，我一定会跟你在一起，被你杀回。殃恶未尽啊，终不得离啊！一路到呢个债务啊，完全了结啦，啊，恶报完全尽啦，啊，咁先能够离开呢一种啊
轮回，啊，未尽就唔可能离开，所以辗转于其中，啊，喺呢个六道苦海里边啊，一路喺度辗转循环，累劫难出，啊，多生多劫，无量劫啊都出唔到去，难得解脱啊，痛不可言。啊，所以遇到佛法就非常之唔容易。啊，佛法系啊，我哋出嚟六道嘅明灯，遇到咗佢啦，先有机会解脱。如果遇唔到啦，就冇办法。啊，搞长劫嘅轮回，真系痛不可言。啊，即使我哋呢一生遇到咗佛法啦。能唔能够就解脱呢？未必啊！啊，你自己谂下自己，你系咪一个可以解脱嘅人？啊，解脱，咁我哋唯有一条道路就系往生极乐世界。除此之外，你想解脱，啊，靠自力，咁你就一定要断见思烦恼。啊，先能够超你六道。啊，咁你自己去问下自己，你有冇呢个能力？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你能唔能够断尽？断唔尽，你就解脱唔出嚟。啊，咁极乐世界系二行道。啊，呢个烦恼一品都冇断，但系可以大业往生，系阿弥陀佛接引嘅。啊！呢个系他力法门，但系他力法门都有条件噶，就系、是、你要至心信乐啊，乃至十念先能够往生啊。咁你有冇发出呢个至心出嚟？啊，至诚心啊，你个心恳切到啊，登峰造极啦，无以复加啦。咁先叫做至心信乐啊！啊，所以生死心唔肯切，想往生、想解脱就好难啊！啊，学佛如果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咁样学佛，啊，一时兴起啦，啊，读下经、听下经，啊，然后咧好似冇事啦。啊，就睇下电视，啊，打下麻雀，啊，同人去倾偈，去行街，啊，再谂下，哎呀，诶，依家啲房价系咪比较低？啊，喺边度买间屋？啊，春天啦，啊，时装上市啦，啊，去买下咩时装？有呢啲念头。就唔叫至心信乐啊！咁就系难得解脱啦，将来就痛不可言啊！所以呢个问题啊，唔系开玩笑啊，一定要啊自己啊好好咁样去啊思维一下啊，然后安排自己该点样去修学。天地之间啊，自然有时。呢个系讲因果报应。啊，喺天地之间作恶嘅，自然会得到恶报；行善嘅，自然得到善报。啊，呢个讲自然就系唔由得你去想。啊，你譬如讲。作恶嘅，即使你唔想得到恶果，啊，仲系要得到，佢系自然嘅，如影随形。啊，行善嘅，你唔希望得到乐果，仲系会得到快乐，得到呢个乐报。啊，咁虽不即时报应啊。
善恶回当归之。呢、这个善恶报应系自然啊，尤其是讲啊，呢度讲嘅系作恶嘅报应啊，行五恶就必定会受五痛啊，会有五伤五烧啊，死后之后就入五烧入地狱。呢啲事情虽然唔系啊，马上显现出嚟。但是因果是不去的，始终是跟着自己的，最后就会去报应，善恶回当归之，你自作就要自受。这段呢，讲杀生恶，尤其是点出我们这个强者服药啊，互相残害，互相吞啖啊，报应是丝毫不虚啊。所以我们啊，明白这个道理，千祈不可以再杀生啊。杀生是同众生结下无量无边的一些冤业啊，彼此互相受伤，求出无期。不单止不可以亲自杀生，间接杀生都不可以。什么是间接杀生？食肉就是间接杀生。用那些皮具，要将众生杀死，取他的皮，来做这些衣服、鞋，咁都系間接殺生啦，都系同眾生結惡緣啦，將來都要去還債。所謂今生啊，食佢半斤啊，來生還佢百兩。人死為羊，羊死為人，就係互相啊還命債。咁殺生惡啊，我哋就講到呢度啦。下面講嘅第二個方面咧，係偷盜之惡。請睇經文：其二者，世間人民不順法道，奢淫驕縱，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損害忠良。心口各异，机危多端，尊卑中外，更伤欺狂，亲为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悭稀悭息，不肯施予，贪爱宝贪重，心劳辛苦，如是至境，无一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海啊，苦毒，又或见善增谤，不思无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服取，神明黑色，终入恶道，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这段讲盗业，什么是偷盗呢？偷盗就是不予取啊，譬如讲呢件嘢啊系有主人嘅，你未经过主人嘅同意，擅自取用啊，攞走咗，呢个就系偷盗。咁广义咁讲咧，啊，人哋嘅功劳
人哋嘅名誉你归到自己啦，呢、这个就系偷渡偷人哋嘅功劳唔应该享受嘅，我享受咗啦，呢、这个就系偷渡所以啊，范围非常之广泛。概括嚟讲，凡系有占人便宜呢个心去做呢啲事，占人便宜呢、这个就算系偷渡。所以经文讲话，世间人民啊，不信法道啊，违法乱纪，咁亦都算系偷渡之恶。做啲偷鸡摸狗嘅呢啲事情，法律唔允许，你去做啦，就叫做偷渡。乃至系咩呢？我哋开车，喺路上行，如果系为咗贪时间，贪快，闯红灯，呢、这个就系偷渡，你系不信法道。法律唔允许你咁样做，或者系交通规矩里边啊唔允许咁做，呢、这个叫做法道，你唔能够遵循，咁都算系偷渡，你系贪便宜，贪快，所以有呢个贪嘅心，做咗偷渡嘅事，就构成偷渡嘅呢、这个罪。咁车淫骄纵，淫心之至，就系、是、奢侈过分。呢、这个淫唔一定系指男女嘅淫欲佢系过分啦，都叫做淫好似有个成语话淫欲非非，就系乐与乐都太过多啦，都叫做淫。即系过分啦，都构成偷渡嘅罪咁骄纵骄傲、骄慢放纵自己嘅欲望尽情嘅享受，咁当然都系算系偷渡任住自己嘅意思唔能够收敛就会侵占别人嘅利益啦，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呢啲都包括喺道业里边在位嘅人做官嘅做领导嘅，唔明白糊里糊涂。不能够选举贤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事都系由于咩原因呢？唔系愚痴，就系私心作祟所以任人为亲唔系任人为贤自己中意嘅同自己有亲属关系嘅或者系佢巴结我。好好我嘅，我就用佢。贤良嘅人就唔用，呢、这个就系咩呢？偷渡因为你对唔住你嗰呢份工作你嘅职务，你失职，失职就系偷渡国家人民。咁呢、这个。系主要对在上位嘅人讲嘅，当权者，咁奢呢、这个奢侈，呢、这个讲淫，亦都可以解释为淫乱，男女唔正当嘅关系，依家呢啲问题唔少啊。所谓收受贿赂，
贿赂啊，里边贿赂包括咩咧？性贿赂搞呢啲啊不正当嘅男女关系啊，都算系啊，居上不明，在位不正嘅。仲有咩咧？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呢、这个啊系。为咗保存自己嘅地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去诬陷人，诬陷人啊，冤枉人，嗰啲忠良之士，你就去打击佢，损害佢，点解咧？因为佢哋嘅存在。就係威脅你嘅地位，威脅你嘅利益，所以你哋嗰啲在位不正嘅人，佢就會一定會打擊忠良，冇辦法和平共處，呢個算係利益嘅衝突，喺自古以來。朝廷上下呢啲事情，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如果呢啲现象好多，朝廷就非常之危险。好可能呢个朝代就要被推翻。咁一个团体里边，如果系在位嘅人，即系担任。一定嘅職務工作嘅人，心術不正，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損害忠良，咁呢個團體一定會最後會被徹底破壞，所以呢個傷害力啊非常之大，咁如果係佛法嘅團體。呢种人做嘅恶业就重，因为佢破坏嘅唔系一般团体，系佛法团体，佛法嘅团体系要去弘法利生，呢、这个功德好大，咁如果喺你里边，搞自私自利，搞分裂，搞呢啲啊结党营私嘅事情。就会将弘法利生嘅事业破坏啦。咁就系断人断一切众生发生慧命嘅罪过。咁呢个报应就只有系阿鼻地狱最深最苦嘅地狱。下边呢啲恶业仲有系包括心口各异、机翳多端，心同埋个口唔一致口里边讲一套，心里边谂一套，呢种人系咩咧？机翳多端，机系机诈，我哋话机心，翳系虚翳。诡计多端，完全就系为咗自私自利，佢唔系为咗大众，为咗国家，为咗人民，或者为咗正法，佢就系为咗自己嘅呢啲欲望，自己嘅地位，自己嘅利养，所以做出好多呢啲伤天害理嘅事情。尊卑中外，唔管系对自己嘅长辈，或者系自己嘅晚辈，尊就系自己嘅长辈，或者地位高过自己嘅人，
卑系比自己低嘅。忠咧系指本国人，爱系外国人啊，即系对内对外。意思就话呢啲高低上下内外亲疏，一切都唔顾。都系更相欺狂，去打妄语，去呃人。所以呢度讲嘅，虽然话盗业偷盗嘅罪恶，但系佢都带起其他嘅罪恶包括呢度讲嘅妄语咁当然杀生、邪淫。都会含在内。一条戒犯咗，容易导致所有嘅戒都会犯。咁呢度下面讲话，亲为如痴，欲自后己，因为佢有啲地位，有一啲福报，所以就会好骄傲。目空一切，目中无人，火气就好大啦，好容易发脾气，嗔恚心好重，而且好糊涂，愚痴，一般系嗔恚心一起嚟，人就丧失智慧，就会变成愚痴啦。欲自后己就系讲自己就想得到丰厚嘅利益，意思讲得白一啲就系想捞多啲油水，甚至咧不惜损公肥私，用种种嘅手段，种种嘅权术去争取自己嘅利养，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粉成仇。心系贪得无厌，利害胜负就系要争取呢个胜负。不能够让人，结果呢，同大家结下咗深仇大恨，于是就互相报复，咁结果系咩呢？破家亡身，最后搞到系家破人亡，完全系丧失理智。丧心病狂，所以不顾前后。呢个前后讲系前因后果，完全都唔顾啦。就情一时嘅不忿，嗰种嗔恚心发起嚟，无恶不作，最后要受无穷嘅恶果。下面经文讲话，富有悭色，不肯施予。头先讲嘅在位嘅人系贵，呢度讲嘅富，有钱，唔肯布施，好悭色，意思就系好小气，好孤寒。见到人需要帮助，都唔肯去布施。古时候嘅道谱有一首诗讲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朱门就喺呢啲富贵人家，门口唔一定门口啦，佢哋嗰啲食唔晒嘅呢啲酒肉呢啲山珍海味。
啊，被倒喺嗰啲垃圾桶里边，臭晒，都唔肯啊，将多余嘅食品啊去布施穷人。而喺佢门口路上就有冻死、饿死嘅人。啊，呢啲所谓为富不仁啊！佢依家虽然有呢啲福报啊，系佢前世修嚟嘅，但系呢一世唔肯修，福报享完啦，啊，一定就会啊受无穷嘅恶报。啊，点解？因为佢冇爱心，冇慈悲心，啊，所以佢将来落到地狱里边啊，嗰啲啊地狱里边嘅恶鬼，亦都对佢冇慈悲心，啊。将佢劈落个油锅嗰度，眼都唔眨。啊，都系自己感召啊！爱宝贪宠，心劳辛苦。呢、这个爱啊，就系、是、情爱啊，欲爱。宝系咩咧？自己想要保持住，想得到嗰啲嘢。啊，譬如讲自己嘅财富。啊！自己嘅呢啲啊势力啊，仲有啊美色等等，贪心好重啊，想要保住啊，人哋啊需要帮助，佢理都唔理啊，所以为咗自己嘅呢啲享受，呢啲富贵。就心劳辛苦，身心啊都憔悴啊！要知道啊，维持自己嘅富贵要付出好多好多啊！譬如讲啊，你为咗享受啊，每个月要花费好多，咁你必须去赚钱。啊，维持你嘅家庭嘅费用，啊，你要住大别墅，啊，开好多部嘅名车，啊，请好多嘅工人，呢啲费用好大，啊，所以必须要去啊赚钱啊，啊，所以身心憔悴啊。但系要知道啊。如是至境，无一除者。境就系到最后啦，到命终嘅时候啦。你所贪爱嘅，啊，你想保持嘅呢啲一切，冇一样嘢能够跟住你去。跟随你嘅，唯有系业啊，所谓。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而你根本冇去做善事嘅话，啊，唔肯布施嘅时候，咁跟住你嘅只有恶业。啊，恶业会推你落恶道啊，去受恶报啊。啊，所以呢啲道理明白之后啊，要觉悟，啊，回过头来。多布施，多修福，唔单止唔可以再偷渡，仲要啊，将自己生活上、使用上多余嘅嘢，通通攞去布施，啊，唔好积财，啊，唔好去贪嗰啲啊，享受，啊，嗰啲都系过眼云烟。应该啊，将呢啲财物转成啊自己未来嘅福报啊，通过布施啊，自己生活上越简单越好啊。我遇到啊，有啲同修确实系难得啊，学佛之后原来住大别墅啊。将呢个别墅啊，或者系卖，或者租俾人，
攞呢啲錢嚟做法寶，自己咧買一個好細間嘅嚟住，將嗰啲生活費用降到最低，多餘嘅呢啲福報通通與眾生分享，所以福報會無窮無盡。呢啲人就好有智慧。下面经文讲话：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有善有恶就会有福有祸。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啲善业恶业系会追住你，你投生边个地方，佢就跟到边个地方。所以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行善之人，当然会生到善道，受快乐。如果系作恶多端，就会入苦痛惨毒嘅呢啲环境里边，我哋话恶道啊，仲有啲人咧见善憎谤啊，见到人行善事，佢反而会好嬲，生起呢种憎恨、毁谤嘅心，呢个系妒忌心、嗔恚心特别重。呢啲念头一起，已经种下咗好重嘅呢啲罪根，不思薄伽，佢唔去谂点样向人哋学习，以人哋为榜样，跟住人哋行善，反而会妒忌，常怀妒心，常常怀有呢个偷盗嘅心。占人便宜嘅心，譬如讲，自己有权力，就想住点样能够以权谋私，占公家嘅便宜，收受贿赂，呢啲事情都系偷盗，希望他利用自供给，希望损人利己。用人哋嘅利益供养自己，消散服取，就咁样用呢啲方式得到嘅呢啲利益咧，最后一定会消散享受完啦，又想要去贪取，用同样嘅方法嚟争取，譬如讲受咗贿赂啲钱用完啦，然后又继续要人去供给，做下无穷嘅罪业。因此，结果系点咧？神明黑色，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呢度讲神明，就系呢啲天地嘅鬼神。佢哋做咩咧？黑色意思就系专门记录呢个人所做嘅一切嘅恶业。呢度讲嘅同《太上感应篇》司命之神在人头上六奇善恶。六其罪恶，夺其寿命，呢啲讲法系完全一致。太上感应篇系道家，呢部经系佛家。你睇下，佛道两家嘅圣人讲嘅同样一件事，咁呢件事就唔系假。咁花严经上面讲。
人一生落嚟就有两个天神跟住，啊，一个叫做同生，一个叫同命，啊，企喺我哋两肩上面，一日到黑就喺度监察我哋。同生专门记录我哋嘅善事善行，同名咧专门系记录我哋嘅恶事恶行。啊，无论你喺边度，你嘅一言一动，甚至起心动念，都瞒唔过佢哋。啊，佢哋就系专门做呢个记录嘅。啊，所以呢个黑色啊，色就系做记录。咁感应篇里面又讲到，人身上有三司神，三司神就专门咧记人哋嘅罪恶，每个月，呢、这个每60日就会有一日系更生日，更生日，佢就会上到天庭，向上帝，禀告，呢、这个人啊做咗啲咩罪恶。请上帝将他的寿命减除，一直到他死，他死了之后呢，三司神就出来，可以做鬼了，能够接受人的血腥供养，所以三司神都希望这个人早点死。这些啊，天地鬼神的事情，经里面呢，都有记载。完全啊，都是真实的。咁呢啲鬼神所记录的我哋嘅恶业，绝对唔会造假或者过分，都是如实记录。所以我哋如果造恶，将来入恶道，呢个唔怪得嗰啲神明，完全是自作自受，自受，所以命中之后入这个三恶道，自有三途。这个自字就是讲自然，边个都没有权力来控制，来支配你将来去哪一道，都是你自己业力来支配。三途，地狱、饿鬼、畜生，里面有无量的苦恼，入到去里面就辗转其中，不知道要轮回多少劫都出来不到，所以痛不可言。这一段是讲偷渡的罪恶。再看第三段，是讲邪淫了。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日，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或交结聚会，轻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逼胁，归给妻子，极身作乐，众共憎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记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这里讲世间的人民相因寄生，意思就是大家是有因缘，就会一起生到来这个世间，那就要互相依靠。譬如讲父子之间，父亲抚养子女，子女大了就要去赡养父母，这个就是相因寄生。
寿命几何呢？人生在世啊，寿命好短啊，边个都唔敢讲话自己能够活到几长啊！所以人寿啊，唔系话70岁、80岁啊，亦都唔系40岁、50岁啊，亦都唔系话10岁、20岁就一定唔会死嘅。所以佛讲话寿命只系呼吸之间啊，呢啖气啊，呼出嚟，吸入去啦，咁就死啦，非常之暂短。咁不良之人呢，身心不正，不良就系不善良，嗰啲呀，心里边恶念好多。心地不正，心术不正，心怀鬼胎，叫做不良之人。所以佢嘅身亦不正，心亦不正。一个人心正嘅时候，佢嘅身体自然就会端庄，行为就有威仪。所谓成于中而形于外，表里都系一致。无论你点样掩盖都好，掩饰都好，有智慧人都系一眼睇穿，所以根本冇办法去隐瞒嘅。上坏邪恶，呢种不良之人，佢嘅思想里边，一日到黑。就谂嗰啲邪事恶事，常念淫逸，呢个系邪恶里边为首，所谓万恶淫为首，呢个不良之人一日到黑就谂嗰啲男女之间嘅事情，嗰啲黄色嘅事情，邪恶。泛满胸中心里边充满住呢啲欲念所以就变得好烦躁，邪态外溢因为心里边呢啲欲念烦恼喺度煎熬佢，所以咧佢表现出外边嗰啲形态就系一股呢啲邪态废损家财，佢要去满足自己嘅呢啲邪欲所以好佢不惜浪费自己嘅家财去寻找所谓嘅快乐，视为非法所做嘅事情咧唔符合法度。做嗰啲违法嘅事情，呢啲咧都系同邪淫有关系。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应当去做嘅事咧，佢唔肯去做。譬如讲学生应该去读书。咁佢唔肯去读书，瞒住佢个父母喺外边咧，搞男女不正当关系，呢就系所当求者而不肯为。为官嘅人应当系为人民谋福利，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但系咧。呢种不良之人遇到美色把持唔住，就堕落所以就会为咗讨好美色不惜做出啊损功肥私
傷害天理、國家利益呢啲事情，又或交結聚會、興兵相伐，呢個講淫業啊，會發展成啊殺業，所謂淫為萬惡之首，淫心起嚟嘅時候，佢就會啊帶起萬惡，所有嘅惡都會做出嚟啦。呢度咧講出係講一件事啫。系交结聚会，兴兵相伐，就系、是、互相勾结，聚会，聚集呢啲邪众，结成群党，帮派，然后互相嚟争斗，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呢度講話攻劫殺戮，攻城取地，嚟到殺害百姓，殺害無辜嘅呢啲啊良民，強奪逼奪就係講強取掠奪，掠奪威脅他人。以取得自己嘅利益，为咗咩呢？归给妻子，极身作乐。为咗佢所喜欢嘅呢啲女色，就不惜用种种嘅呢啲杀戮，攻劫嚟满足自己同埋自己所中意嘅女人嘅呢啲快乐，极身系将自己嘅身体放纵到极点啦。呢、这个就系讲放纵自己嘅淫欲，使到众共憎厌所有嘅人都討厭佢，都憎恨佢，患而苦之，以佢為患，以佢為苦，好似歷史上好有名嘅商朝最後一個皇帝周王，佢就係沉迷於美色，所以不顾国家人民的疾苦，无恶不作。最后呢，周武王逼不得已在人民大众的拥护下推翻了商朝。纣王是自己自杀身亡。因为为什么呢？人民已經忍不可忍，呢啲都係淫業所帶嚟眾生嘅呢啲苦痛。咁如是之惡住於人鬼，呢種惡業招住於人鬼，人知道，鬼更加知道。这个住是什么呢？显现出来了。这些邪淫，不单止鬼神会记录他的罪恶，甚至呢最后人个个都知道，个个都唾骂他，他留下千古的骂名。咁佢自己嘅神色咧，就係、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到呢个三恶道里边受无量嘅苦报。
啊，淫欲心重嘅人，啊，去到个地狱，啊，普处地狱啊，佢就见到嗰啲烧红嘅铁柱，就觉得系美女，啊，系业力啊，将佢迷惑，啊，于是就抱上去，结果烧到全身都烂晒。然后咧阴风一吹，佢醒过嚟啦，又系见到美女，如是咁样重复咁样受罪，累劫难出啦。啊，淫欲呢个恶业啊，最伤害我哋嘅法身慧命。所以有啲人啊，佢觉得话呢个淫欲系男女之间嘅事情，佢唔会伤害别人啦。点解呢度讲咁恶咧？要知道啊，淫欲系最伤害自心，伤害自己嘅法身慧命。淫心一起嚟嘅时候，自己嘅心就唔清净，整个人行为就唔正，好似被束缚住一样，得唔到解脱，所以就好容易做出不正当嘅不如法嘅事情，所以佛家对出家人嘅戒律里面最重视就系淫戒，就系防范众恶产生。咁佛家里面讲话，当人一生里面只要有一次男女之事，就唔可能生到梵天。梵天系禅天，所以生到禅定天里面都唔容易要梵行清净。有一次只能在欲界，最高只能达到欲界，不能够上色界、无色界。所以我们自己想想，想出三界，如果不是靠净土法门，根本不可能。不要说出三界了，你想入色界都很难。净土法门是他力法门，靠阿弥陀佛接引我们横出三界，所以我们唯有靠这个才有希望，才有指望，其他没有指望。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一段呢，第四段是讲妄语的这些恶业。我们将经文读一读。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耳语。我们一句一句讲。世间人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口业，这种恶最容易犯。咁是由于咩呢？佢不念修善，念头同善唔相应嘅时候，就容易作恶。作恶最多嘅就是犯呢个口业。口业包括四种：两舌、恶口、妄言、耳语。两舌是什么呢？讲是非，煽动挑拨离间，使人使团体不和，这个两舌。如果是有这些是非之心，有这些分别爱憎的心，来故意讲这些是非，使到团体不和的话，这个两舌
就構成咗啦。如果呢個團體係一個爭團，咁呢個就係破和合爭。咁破和合爭啊，係五逆罪裏面最重嘅。五逆罪，第一殺父親，第二殺母親，第三殺阿羅漢，第四出佛身血，第五係最重嘅罪業，破和合爭。咁呢個如果唔謹慎啊，真係自己犯咗都不知不覺。喺佛門個團體裏面，如果係有呢啲分裂團體，呢、這個結黨營私呢啲心態，難免就做兩舌。咁、那個罪就不得了啦！將來必定係阿鼻地獄。如果佢破壞嘅影響力太大啦，譬如講呢、這個爭團可以能夠將佛法復興起嚟，但係因為兩舌嘅破壞，搞到不團結，搞到力量分散，不能夠成就事業。咁呢個罪業就等於係斷一切眾生法身慧命嘅罪業，殺眾生嘅生命啊！呢、這個罪都唔算好大啊！斷眾生嘅慧命啊！呢、這個罪就最重。惡口就係惡言相加，令人聽咗之後生煩惱。所以如果係好嚴厲嘅批評，人哋受不了，都叫做惡口。點解咧？佢受不了，就唔可以講得咁嚴重、咁嚴厲。你要懂得察言觀色。妄言就係講大話，講唔真實、唔符合實際嘅說話。言語呢，就係用愛染嘅心講嗰啲花言巧語。呢、這個耳語嘅耳字係表面上好靚，比喻嗰啲説話好好聽，但係佢唔係真實心講。所以呢、這個就算係耳語啦。咁廣義上嚟講咧，一切嘅嗰啲使人有邪思嘅詩詞歌賦。流行曲嗰啲電視電影節目廣告等等，都算係耳語。呢、這個廣義上講喺合意上嚟講咧，專指嗰啲黃色嘅言論使人生起淫欲心嘅呢啲文章小說包括依家網路上啲內容都算係語。咁呢啲罪業一定就係後面講嘅神明都會知道佢將來就要墮地獄嚟受呢個報應。今日咧時間到啦，我哋先講到呢度。有講得唔妥當嘅地方，請大家多多批評指正，多謝大家。